你这样折磨我，是要测试我对你的爱有多深吗？我只是妍哲的女朋友，我又不属于他，为什么我想做的事还要顾虑他高不高兴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会跌落神坛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华视频道门当户对，爱上你。